失眠的湖水，苦苦想你习惯不睡，为躲开寂寞的狩猎。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，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次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，你又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，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。我除了你，我除了懂，我没有后悔，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，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，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亮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这么晚了，亮，你还没回答我啊？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离开这里，回你妈妈家啊？好啊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去接你。我不会再回来了，明白吗？我现在走出去，离开赵家，我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那我怎么办？这样是要跟我离婚的意思吗？是，就是要离婚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做事人，在发生那么多事情以后，你还要问我为什么吗？告诉我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爱情已经死了，你不明白吗？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，亮亮，你说过的。全世界都放弃我的时候，你不会，你永远都不会放弃我的。是，曾经以为，只要我不放弃，
我们的爱情就永远不会死。可是我错了。给过你好多次的机会，那么多次，一次又一次，我期望你像个男人，像个肩膀，站出来替我说话，保护我。可是没有，在我们的婚姻里，我像个自己可空气拔河的傻子，使不上力，又不停地跌倒，跌得鼻青脸肿。不会了，不会了。是是是，娘，以后都不会了。是不会了，不会再给你机会。我再也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你说你真的跟他发生关系，你抢来了孩子。她上床怀孕，今天晚上你所说的一切，难道不只是试探？不是，只是不是，是真的。我真的怀了钟伟的孩子，王思亮。你们都到底是白痴还是笨蛋的媳妇啊？你们在床上耳鬓厮磨的时候，你们在相互拥抱的时候，是不是在心里笑话我，笑我是个大傻瓜，笑我被蒙在鼓里，要什么都不知道就戴绿帽子？怎么这么贱？王子雷怎么这么贱啊？心儿，心儿，不要伤害我，不要伤害我，不要。还护着他。护着他的床，你还护着他的床。
你不知道你伤得我有多深，伤得我有多重。我虽然懦弱，我虽然逃避，但是我从来不曾主动伤害过你。是对你有着更多的自责，心疼。我是痛苦的，可是，在你心里面，你早就已经放弃我。怎么可以这么重的要置我于死地？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跟他发生关系？你怎么可以？你怎？要走了，是时候按照计划，就是该在这个时候走的吧。皮箱早就整理好了，是不是？整理好了，放在那，时候到了，立刻就走，是不是啊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给你买补品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的。赵旭，你看看呢、啊？你自己看看，你老婆肚里怀的孩子是别人的种，别人在喂养，别人在关心啊。是岳父，凭我孩子的父亲关心你。他是神经病，你不管跟谁生的孩子都是神经病，不管他吃什么喂什么，他都是疯子，是神经病，我是疯子。闭嘴啊！你。你哪儿都不准去，你是我们家的男人，你有主见，你有担当，现在我就做给你看。他在外面等你，在哪里？诊所还是家里啊？等不到你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从赵家出去跟他会合。世人要做什么？要找是非，把这条链锁给我找出来。
到你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从赵家出去跟他会合。世人要做什么？首先把泰特链锁给我找出来。世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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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让我走，让我走。我会让你走，我会尽可能24小时的盯着你，分分秒秒的盯着你。娘娘，永远都不能够离开赵家。是的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不要这样。你已经不爱我了。我不爱你？在石亭上为你守着，对你忠诚。你说我不爱你，你说我不爱你，好，好，我就不爱你了，我就不爱你。不就不爱了吗？不容易啊，是我知道你是是我们真的没有感情了，不要再彼此折磨了，让我们好聚好散。散，我一辈子也不会跟你散。留不住你的人，你们的孩子，我一辈子留在身边。
有那么难过吗？你有没有听过心碎的声音？心破碎了，听听看，听听看我心破碎的声音，你听听看我心破碎的声音，你听听看。是我心破碎的声音，大亮，听清楚了，这是我心里破碎的声音啊！它已经破了，它已经破有信号啊！很难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心，没有温度，没有感觉，很难的。就是两亿八千万。告诉你，这事要是成功，你跟我的好处都绝对少不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跟你。您说是吧？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对。谁呀？我妈。啊？我妈妈。是吧？哎，钟辉，你来的正好，来来来，我帮我尝尝那个。娃娃，亮亮有没有回来？亮亮，没有啊，他不在赵家吗？
吗？他有没有打电话回来？没有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亮亮，我的牛肉，我忘了关小火了。汪汪爸，汪汪爸。亮亮没回来，他没回来，没有打电话回来。他去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喂，来帮我尝尝。啊！你打电话给亮亮，赶快打电话给亮亮。怎么了？打电话给亮亮，现在立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亮亮怎么了？亮亮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跟亮，你快说呀，总辉，你告诉我，亮亮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没事。没事。没事。我们亮亮没事。放心，汪妈妈，没事。没事。你只要现在打个电话到赵家找亮亮，拜托你。亮亮。对。我要跟他说什么？我要跟亮亮说什么？没关系，你只要找到亮亮，我来跟他说。哦，好，我打，你说。找哪位啊？喂，喂，我找亮亮。宋延秋，妈，妈，妈，你救我，救我，妈，你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你确定你是找你女儿，不是找我老公？我找亮亮，我找我女儿。她不在呀，不在家了。她在，她就是在。你神经病呢？你听不懂我说她不在，她就不在了。那，她去哪里了？我怎么知道她去哪里呀？说他不在，你听不懂，我怎么知道他去哪里呀？你对陈忠威来说话。忠威，他世元那个亮亮，他这叫陈忠威来听电话。我找亮亮，请亮亮听电话。陈忠威，你永远。永远都不能够跟亮亮说话，跟我老婆说话，否则我就杀了他。赵世元，你听清楚，不是杀了你，是杀了他。永远都不能够跟亮亮说话，跟我老婆说话，否则我就杀了他。赵世元，你听清楚，不是杀了你，是杀了他。赵世元，赵世元。
赵先生，我拜托你，赵先生，从头到尾，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开始，从世芬的朋友成为我的女婿。 你永远都称呼我赵先生，你不认为我是你的岳父，你打心底排斥跟赵世芬的关系，你压根儿没想过你们两个之间会长久，所以连那一声岳父、爸爸都省了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们之间毫无关系，我只是赵先生，对你而言跟王先生、李先生没什么差别。你要抱的是亮亮，她是你的，她是我的媳妇儿吧？她是我儿子的老婆吧？ 你要我帮着凑合你跟我媳妇儿吗？不，她是汪汉文的女儿，是你雇人之后，她是你看着长大的亮亮。够了！你们永远知道我的弱点，知道我心软重感情，永远要用温情来打动我，牵制我。 我老婆是手段卑劣，我女儿是用了心机，可是我做错什么了？在你们彼此尔虞我诈、偷结扎、偷上床、偷怀孕的时候，有哪一个人顾及到我的心情、我的尊严呢？你们的怀孕是报复吧？联手起来报复蔡秀女、赵世芬他们三个人，是吧？ 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那三个姓赵的是我赵某人的亲人，是赵先生的亲人呢？你们这一巴掌是打在我的脸上。可是亮亮，亮亮受的伤害太深了，他自己可以告诉我啊。他不是叫我一声爸爸吗？我不是从小看他长大的赵叔叔吗？他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？他气，他恨，他可以告诉你，可是却不能告诉我。 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是受害者，我告诉你，我才是，我才是，我的妻子儿女让我蒙羞，我的女婿媳妇欺负我，我赵静才是受害者。对不起，赵姐，我很抱歉。 无所谓了，赵先生也好，岳父也好，赵叔叔也罢，反正每一种身份对你们来说都是不存在的，也都不重要。只有在严秋的眼里，我赵静始终如一，赵静是存在的。 你爱亮亮，你们两个人相爱，你们可以联手进行你们的计划。那你就自己去救他吧。是你们自己各自背叛了自己的婚姻的，一切的后果，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负责。赵先，十字架这么好背的吗？
你不是爱他吗？你不是爱你们孩子吗？他买的是毒品，我买的是毒药。你可恶！你可恶！好，你不吃不喝。 要跟你的孩子一起殉情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做梦！你想死，我也不会让为了他死。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！我不会成全你们的。你赶紧招待他的身份怀孕，我就要改变这个野种。 会生在赵家，长在赵家，赵家给他什么待遇他都得受。在法律上，我赵世元就是他的父亲。你想做母亲是不是？好，可以，我让你做。你现在想放弃吗？不行，我不准。 做母亲是不是？好，可以，我让你做。你现在想放弃吗？不行，我不准。赵世元呐！赵世元呐！赵世元呐！ 陈忠威来了！亮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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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来看谁？就是孩子，谁的孩子？ 让亮亮出来跟我见面。你是谁啊？救美英雄。塔里面没有美人，只有赵世元的老婆与你无关。你们不可以任意把一个人囚禁起来。可以。你，我们当然可以。老婆怀孕了，怀孕了，那是我们赵家第一个孙子，我们都很在意的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。所以你刚刚用错词。 那不叫囚禁，那叫照顾。他不希望你们照顾，他就不要怀孕。人家赵家千辛万苦怀了孩子，赵家就有义务好好的照顾他。之前你不也曾经义正言辞的指责过我们吗？说我们没有好好的照顾亮亮。OK，
我们错了，我们会改正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亮亮，照顾他的孩子。他们会留在赵家，一辈子受到照顾的。赵诗远，你不觉得你很卑鄙、很可耻吗？会比同学更可耻吗？那屋子里住着两个孕妇，一个是你陈忠威的老婆，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你怎么对她的？不闻不问，睡在她的身边，亲在别人老婆身上，你不可耻。我从来没有爱过赵世芬，我是被强迫、被设计跟她结婚的。我跟亮亮却不是，我们的婚姻是出于自主的，我们是彼此相爱才会结婚的，请你把这个顺序给搞清楚。她是在你被迫结婚之前就已经先嫁给了我。她如果对你有情，为什么不会嫁给你而选择了我呢？而且还是她向我求了婚的，凭什么要你陈忠威来打抱不平啊？是因为她做错了决定，看错了人，是你辜负她，带给她太多痛苦。是她，是我，是我跟她对不对？那就让我们自己解决，干你陈忠威什么事啊？你对你的婚姻不满意，你去解决你的问题，凭什么要你来插手我的婚姻、我的家务事？因为亮亮怀了我的孩子。不，你错了。赵太太怎么可能会怀陈先生的孩子呢？我们没有离婚，我们相亲相爱，我们没有避孕，所以我赵世元老婆肚子里面的孩子当然是我赵世元的。赵世元，你没有这么邪恶的本质，不需要用意气之争的方式来解决事情。现在亮亮怀孕了，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孕妇，她没有师芬那样幸福，有一个无微不至的母亲照顾她。你不用担心了，她有个无微不至的先生，你们把她，你们不让她出门，跟妈妈见面、听个电话都不可以。赵世元，你明明知道的，她最关心的就是母亲。托你之福啊，她的母亲现在不会没有人照顾了，不是吗？替天行道，让我父亲能够理所当然、义无反顾地走到宋延秋的身边，所以你不用再担心了。赵世元，你不觉得你做错事情吗？我说的每件事都是真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，我们是错了，但是这并不表示你们有权利用更大的错误来报复我。赵世文设计你，于是你们就可以来设计我。那是因为你们先剥夺了她怀孕的权利，所以就轮到你有权利让她怀孕。因为你不想当。我想了，我想当父亲，当个现成的父亲。有人要剥夺我的权利，我不会答应的。你会后悔啊，赵世元，你在亲手制造一个悲剧。不会的，我会有一个很和乐的家庭，有个老婆，有个儿子或是女儿，我不知道。下回我带我老婆去做产检的时候，可以顺便做做超音波。我会是个好父亲的，会看得到的。可惜啊，你也只能够在旁边看，看一辈子。